多人哎、欸，先来看车展喽。房车展去年没有那个什么哈。不是那个咱们的那个疫苗那个啊，要找一下。卖热狗的，人家还穿短袖呢。对，买一下吧。其实都可以，看来是这边。Hi, for two. 2 adults? Yes. Thank you. That's fine. Thank you. No stamp, no nothing. 10块钱一个人。哦，咱们从哪边开始逛起啊？顺着左边。好吧，这里边暖和多了哈。看来还不是，这个是59000的外观，还有一个户外的冰箱厨房，这个还大一些。但是先来看一下吧，这是厨房冰箱，一进来右手是一个卧室，小窗户啊，柜子啊，还好，封闭的卧室，带门的，这起码是个queen size的床。转过来是个客厅，沙发，卡座，标配，这边还有两个床，这最少可以睡5个人吧。这个床其实如果小孩的话，我觉得可以睡两个。卫生间也还 OK， 中规中矩。小池子，这个6万块钱相对来说还算合理价格。今年的这个，看一下这个炉子是带烤箱的，小烤箱，然后3个灶眼，还可以，加个抽烟机，微波炉 ，OK。有可能吧，标价真的很高。这一个小的，这么小的卖7万多，疯了！看才多大，完事儿，这么点儿。然后几乎这边的全卖了，都sold了，看见了吗？贴紫牌的全是sold的。Oh my god！ 这么小，2万多块钱。进去看一下，26950。哦，一个小桌子可以坐4个人，一个小池子，比我手大不了多少。小炉子，哎，这是空调吗？哪有空调？这个是。那这里边竟然有一个小空调，太逗了。一般的这种防空柜都不配空调。哎呦，这是卫生间吗？天哪，老公，你站在那儿，比看看有多大，看着挺大的，但是实际上这个卫生间超级小，比我们车上的卫生间都小。看，就这么点儿，竟然功能齐全。来，我这儿在床，鞋底儿，宽
豌豆差不多也是昆 size 的，嗯，比睡帐篷舒服点。一个小冰箱跟我们车里的冰箱是一样的。OK， 也就这样了，没有冷冻，只有冷藏。好吧，这里一个。这个是架在 truck 上的，就是前边的那个部位是在 truck 的驾驶舱上边，然后这是架在后边那个斗上的。这是一个门，现在都升级了，不太一样了，也瘦的了。这个卖的不便宜，53000呢。天哪，快进去看一下。这个我在站在车里，这是一个小沙发。其实，但是这个真的只能坐一个很小的人。然后，也是厨房、洗手池都齐全的，微波炉。然后床基本上这个宽度也还 OK， queen size 的，排风扇。哦，天哪！它还带一个空调。现在的窗户都已经升级了，跟我们原来去年在卡尔家里看的时候是完全不一样的。哎，就是有机玻璃的感觉，好像应该有纱窗。哎，好好，是的，这个应该全是中国进口的。因为我们当时选的时候也想选这种窗户，但是哎，运过来是很费力费劲儿，主要是没看到现实中的东西，不太敢买。嗯，应有尽有啊。哎呀，老公，咱们要是把 truck 再买回来就可以买一个这个了，卫生间，因为它比较省地儿，就是不用说后边再拖一个拖斗了，这直接放在 truck 那个后边斗里边，开起来就方便了。至少我开的都没有完全没有问题。嗯，这设计多可爱！而且窗户还不错耶，真的。还有更高级的。再看一个超小的，18000多。重点，好小，为什么？因为没有卫生间，只有厨房。其实他弄了一个 cooler 在外边，然后一个小的水池子。哇哦，好小，咱们进去看一下，进都进不去，就在这看吧。其实就是有一个空调，然后搭了个床板，完事儿。小门儿，这好像一个 SUV 就可以拖了，前面可以搁一个煤气罐。啊，都是一样的，是两个小的。我老公说他喜欢这个，给你们看。啊，我的妈呀！我的妈呀！这也太大了，这怎么拍呀？我的天哪！我猜40多万啊！好吧，他喜欢进去看一下，喜欢就喜欢呗，也只是看一下。它这就是那个串钢的那个牌子的那个串子，串个钢那个牌子的串子，串钢那车的串个钢，我得艾特你一下。哦，上面还有一个小床，能睡一个人，还竟然给带个电视，是得40多万。然后一进来，沙发沙发。Diesel cushion still only sleeps two. Well, that's what we have for towing. The fifth wheel was a diesel. Oh.
开门的大冰箱，家里的呀。现在他们在学习怎么装支撑，我们的那个顶柜的支撑还没有装，咱们没有吗？就这个板儿，有的。没有，结实。OK， 好啦，进卧室了。超大衣柜，先来一个。这是主卧哦，为什么贵？洗衣机、烘干机都有了。哦，这是我最喜欢的。哇，这真是。哦，真是两个卧室，两个。所以它贵啊。刚才你应该进来之前去拿，你想照相是吗？对。待会儿我给你找，马上啊。哦，它有这个中央控制台，所以卫生间。跟我们家同款车，就是人家装好的，这应该是 Sprinter 里边最顶配的了。你把那个转过来，看一下前边。哦，转一下，它这个两个座椅设计的基本上都是可以前后旋转的。对，就摁这个就好了。对，对，8%好了。这个中控盘就相对来说跟家里好多了，好看的，稍微高大上一点。哦，这样的，这样了就可以了。哦、，there's another one， 那黑的。后面的床是这样给支起来的。哦，然后把那个垫子再弄下来，就可以了。这是一个双人床。对，这个只能是床。然后上面只有两个这个。坐上去。也是可以。装东西。挺好的了。对，然后它也没有厨房，只有一个大的窟窿当台面用。一个冰箱，然后这边有一个小的水池子，超级小。See that? Yeah. 然后这个里边，实际上这个里边是一个三合一。可以洗澡，然后这个平常不洗澡的时候是可以装衣服，然后底下有马桶。上边有一个排风扇，跟我家的一样。然后它这边没有额头柜，所以没法再多装东西，浪费空间。我们看一下它的电路系统。的确做的相对来说漂亮一些哦，电池，但是肯定没有我家车里的电池质量好。
这是电，然后这边是水，两个大桶箱，就两个桶，应该没有多少。Like, look, there's not the same things that ours have. Yeah, look, you've only got a little bit of this here. No, really. This is all you've got. Yeah. But you got room here for, you know, bike cars or your bikes and that kind of stuff. 然后后边的设计最小的这个塑料的玻璃跟我这个差不多。我其实最喜欢它的就是这个帘子，还不错做的。其他地方也都没什么了，基本上就差不多了。老外也在试怎么弄，跟我刚教他的，他才知道怎么弄。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了。后边它是没有玻璃的，但是它前面会有一个玻璃。基本上它的外观整体样子是这个样子。然后里边的内容是这样的，它有四块太阳板，400瓦，我们一块就是差不多200瓦，我们有两块一样的。看看价格吧，19，再加税。分区域，走吧，继续。你要看，你也喜欢看门口的装修吗？对 ，C 型房车。现在房车其实基本上就是这几种 ：A 型、B 型、C 型。现在咱们进入的基本上就是 C 型房车了，是吧？对，这边都是 C 型。新型房车的价格基本上是在16万左右。这个比较大的黑型。车顶上方要一坐人，这个比咱们租的那个大。这是出去了吧？已经。那边已经出去了吧？对，比我们那时候租的不大。这也算 C 型的吧？其实我挺喜欢这个的。这个是350，福特的350。座椅也是可以旋转的，它这就是上面没有那个什么，但是你看这是一个床，看到吗？晚上这是一个床可以搭下来的，然后整体的效果，电视可以升降，然后台面就可以当台面了，台面操作台面还是挺大的啊，冰箱。其实我喜欢它的卫生间是在后边的，就是不是那么占的空间，对吧？我看一下 shower 那边，这样子，可以哈。还有个壁炉，这就是纯粹一个移动的家，简易家。这是干嘛的？厨房的。厨房，因为它有个楼梯上二楼睡觉可能，是吧？是一个厨房。
哦，洗衣机，衣和烘干机。我上去看一下卧室。这是一个普通卧室。哦，这是一个普通卧室。带卫生间吗 ？No。哦，什么都没有了。我这个适合。巨大的储藏间，有两个扩展。好了，继续看一下。客厅，哇，这小桌子太 low 了。这是一个餐厅。嗯，然后上面是个客厅，挺多的沙发。啊，有人不太好靠路。去看一下卫生间。这个跟家的这东西差不多的感觉。卧室应该是个 king size 的床。Really? 哦，里面还有一个 walk in 的 closet。看看这是不是他说的洗衣机？哈哈，真的是。是放洗衣机和烘干机的地方。等一下，小电视。升降电视。